各位好，欢迎收看暖南市政搜查队，我是主播黄伟哲。这一年来，台南市有许多重大的建设，今天就要跟各位来一个大解密，告诉各位为什么这一年来台南市的市政有进步，而且还进步得不慢哦。我们根据可靠的消息来源指出，去年台南市宝可梦活动创造了15亿元的业绩后，为了延续这个商机，台南市政府偷偷抓了一大堆的皮卡丘养在掩埋场里。现在我们台南市的掩埋场发电量可以说是全国第一，连 Google 都要跟台南市买绿电，再加上南科三期，台南市想要不发大财都很难。还有啊，台南市长本人的智商有没有157，我是不知道了。但是我们台南市有全台湾第一套的智慧路边停车收费系统，它的智商绝对超过157，让您停车缴费好简单，不怕你忘记缴费而被罚钱。再来，每个人的童年都有一只霸王龙，大概在几年，台南市的小朋友心中都有一只犀牛。全国第一座古生物主题乐园左镇化石园区就在台南，现在每个假日都超多人，但是有市民朋友们做梦梦到提醒我们出去玩不要留到半夜，我们的园区开放时间只有到下午5点哦。在台南还有山上花园水稻博物馆以及台江文化中心，爸爸妈妈哥哥姐姐弟弟妹妹，大家假日不要再当阿宅了，要出来透透气哦。接着来关心最近很夯的体育讯息，相信你一定知道中华队最近以7-0让韩国输，但是你知道台南正在盖亚太棒球训练中心吗？不论现在或未来，在国际赛中我们要让韩国愉快不起来，其他不管是育儿福利、老人照护、弱势关怀，台南当然通通有。2019县市幸福指数大调查，台南拿下全国第4名，欢迎大家跟着志玲姐姐的脚步一起来台南，一起幸福生活。你各位啊，这一年来我们做了许多努力，不管你们是不知道忘记了还是害怕想起来，现在我们就带大家一起来回顾一下这一年来的成果。
关于市政，我们不敢松懈，只想做到更好。我们不会放寒假，只是休息一下。暖男市政搜查队，更精彩的内容马上回来。各位好，欢迎回到暖男市政搜查队，我是主播黄伟哲。看完上一段影片，是不是觉得台南市变得更好了呢？话说最近几年来，网友们喜欢把台湾的政治人物和蔬菜水果连结在一起，像是我们的总统常常被说成是某种好吃的青菜，我本人呢则是夏季常见的水果，西瓜吗？还有一位市长被说成是许多哥哥们最喜欢的纳凉粒，我想就是绿色执政品质保证。但我终究不是老王，我也不卖瓜，我们一路走来始终谦卑，因此本台决定走访基层，深入民间，带您一起来看看我们的市民朋友们怎么说。台南市警察局啊，能够改变成为美术馆，我觉得这个设计蛮好的。觉得他们里面的设计，我觉得还蛮好的，因为就是用外在光源来节省电力，这一点我觉得还蛮环保的。之前有来过一次，跟家人一起，觉得很特殊，蛮吸引我的。我们太太就会来，这样的建筑相当的漂亮，相当特殊。咱当初吼，咱这个迎合力吼，这些居民呢，一直一直减少的。啊，这个门口区去了了后咧，带动着咱四周的这个人潮甲商机。不好玩，好玩。来这两个学会，来这较方便咯、哦。差不多拢老师去给阮载，老师早上八点啦，早上八点去给阮载，啊要转伊嘛，赶载转伊，足好个啦。这老师大家拢足好啦，啊这环境也足好啦。车是给阮这中下老人哦，足方便的啦。反正中下要看下最近，大家拢有人来看，足方便的。优待票下车。我这台车上，阮咧嘛是物件拢偏掉啊，顶浪费去啦。啊，咱咧也会借钱物件，咱当安尼讲啊，我人需要的啊好。不用付出很多成本啊，得当哦做爱心啊，多了一个管道给需要的人。彰化，平常吃臭味道觉得很普通，然后可是这边我觉得有加了糖，就觉得还蛮特别的。我就叫阿妈煮，对，第一次吃。就很新鲜啊！去年是来晚的，啊，今年就是真的有感受到一些比较不一样的人文。上次回去有问阿妈啊，她说以前就是淹水的时候，她跟阿公那一辈的真的扛着房子回来，这现在这边。第一次参加，非常好玩，然后觉得很有趣，然后也很特别，就是很具有历史意义这样的。和店员，我觉得是一个很有历史的，然后再加上这个活动，我觉得很棒。
这样大电视进来了以后，其实小朋友他们第一个反应是哇，我们班居然有这么大的萤幕哎。然后第二个反应是说，那既然有这么大的萤幕的话，我们是不是可以来去做一些不同的东西？比方说可以玩一些简单的一些互动。那其实老师小朋友上台的时候就已经不是单纯用电脑去操控，他可以直接去触碰就可以完成。所以有一些比较活一点的学习任务或是互动的多媒体的影像，实际上就可以在大电视上面出现。强身，然后要跟朋友聊天啊，我就觉得很。两位有玩专家吗？没有。以前我记得旧旧的、小小的，现在会比较宽敞，然后比较多小孩可以玩的。感谢各位市民朋友们的宝贵意见，希望大家给市政团队指教的同时，也能够来台南观光，吃台南的小吃，拜台南的神明。啊，好香哦！我们休息一下，马上回来。谢谢各位观众，欢迎再次回到暖男市政搜查队。今天的节目很轻松有趣，打一工对不对啊？但是我们都是抱着很认真的态度，在为大家的好日子着想。你说对不对啊？各位观众，最认真的当然要摆到最后面。这一年来，市民的满意度越来越高，但是如果没有这些人，真的做不到。究竟这些人是谁呢？跟市长有什么关系呢？让我们继续看下去。各位伙伴，我是黄伟哲，相信我们都在台南生根超过了很多年。从去年我们接下了市长的重担，肩上的责任更重了。不知不觉一年间很快就过了，但我们对台南未来的施政擘画却从未停下。为了让市民过更好的生活，我们时刻都要上紧发条。过去曾有许多人对我、对我们的市府团队有所指教，不管目的为何，我们都感谢这些宝贵的建议，成为市政改革的动力。一年365天过去了，我当选市长的时候，得票率不到40%，但担任市长一年后，市民对我的施政团队满意度突破60%，证明了只要我们努力，市民都会看在眼里。这些都不是因为我个人，而是因为我有各位做我的后盾，我们一起走过了这辛苦但丰收的一年。各位都是我重要的队友，未来我们要为了生活在台南所有的市民继续奋斗。
各位亲爱的伙伴们，我们要努力做得更好，让台南市民过得更好，并且用坚定朴实的脚步走出台南更好的路。未来欢迎大家一起努力，多多指教。各位，好了，市府的伙伴们，谢谢各位一年来的努力与支持和陪伴，我们一起完成了许多，才能给台南市民更好的生活。接下来的三年，让我们跟市民朋友们一起努力。今天的节目就到这里，谢谢您的收看，明年请多多指教。